要种花，快点！今天我就踩着上次。哎呀，姐。看你以后在屋里写的吗？还是屋里破后的写破的山上写的？山上。山上。好。为啥山坨？你看过他坨子好生。三胞胎。三胞胎。这个要坨长大，就把袋子都插坨了。对呀、啊。天马上黑了。现在准备回家，今天因为孩子在，要不然的话还能再干一阵。结果我了吗？今天加餐了，辛苦了。菲菲，嗯，你哥哥上地去了，你去不去下一次啊？我去，不是你。